腿里不舒服啊，腿里不舒服啊，腿里不舒服。我这个时候我又看到一个，好像是年轻人呐，年轻人呐，那个掉了一点绳子也下去啊，那人叫鲁班，鲁班这个人，我们只知道他是属于人工巧匠那个，其他事情我也不知道啊。他也绑了，身上挂了一根绳子啊，拿了一个叫这个是，那个是个叫血还叫什么？反正那个血还叫什么？反正那个上面尖的啊，拿了个钳子往下砸啊，砸啊，再砸啊，再砸，再砸那个他们的暖气管啊，那个海啊，中南海那里边的那个。那个暖气管啊，把它正在找砸啊，正在砸，上面灼洞了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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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灼了好多洞，让这漏气了啊，让他们漏气了啊，让他们漏气了，基本上也是断他们命根子了啊，断他们命根子了啊，断他们命根子，你让老百姓断了命根子了，现在他们也来断了啊，让老百姓那个。吃饭成的问题，现在他们也让他们，那边基本社会也出问题啊，鲁班也下来了，鲁班也下来了啊，把他那个供暖那个都灼掉了啊，供暖那个管道上面都灼掉了啊，都灼掉了，又看到那块油挂了啊，又和一个女的，挤在那个我不记得，实在不知道这个叫。应该法国人还是哪里啊？就是那叫骑的一张，哦，连那外国洋人都看不下去，那些洋人都看不下去，也供在那边了啊、哦！你们想想，当年，八国联军呢，也是对那种地方看不下去，就供暖过来啊、哦。现在那个临界那个老的八国联军又供暖回去了啊、哦，又供暖回去了，又供暖去啊，我们知道了啊。很热闹啊！八国新那个在八国联军再起来了啊！八国联军再起来了啊！在那边，继续攻打啊！好，知道了啊！好，知道了啊！好，再见啊！再见啊！好，再见，再见啊！再见。